几天啊，就是攻击，心怕感啦，心有几种的感啦。前面已经讲过了两个感咯，一个是爱欲的感啦，一个是容易悔怒的感啦。那么咱今仔日要讲的呢，就是慢，这种傲慢的心态，这呢嘛，互咱足痛苦呀。那是有这个慢啦，这呢做人绝对袂易啦，做人机袂易，做事要哪会易呢？当然啦，一切都是无法度有看到圆满的道理哦。所以这就是慢啦。那为什么啊？来，佛陀安尼甲咱讲哦，讲因骄傲不顺而作啊，这种的慢，是骄啊傲啊。有的人讲叫做骄慢，有的人叫做傲慢，这个傲慢、傲慢。哦，慢真多哦，这是慢字出头啦，就是对咱的人格呢，真正拢有损哦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问题啦。啊，这个慢啊，有几种的慢？慢有七种的慢，咱看，就是啊，自众生啊，为慢。搁再有过万、万过万啊，啊五万啊，正常万啊，下落万啊，甲下万，总共有算到无？七个万哦。这因为呢，咱的心理啊，伫人事物中啊，伫咱的心中呢。差不多呢，会有这个慢出来，所以咱爱定定请小心哦。有了这个慢的其中的一慢呐，那就功行不显嘛。由此随招未来成事之苦，啊，六道本是苦啦。啊，这六道的苦的牵连是对倒来，这也是一条线之一，也是一个甜啊，让咱甜入了六道生死不得自在的苦。所以呢，流转的三界啊，不能出离。慢啊，干那自己慢哦，但人的这个慢，就是有第一类叫做动类相傲啊。人甲人，人类啦，哦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感觉讲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啊，你有甲我有虾米款的关系？所以常常对人都是真正的冷漠。让人看到说，哦，这个人真有那个骄气慢气，哦，那好像高高在上啊，这种让人不可亲近，这呢就叫做是慢。啊，第二呢叫做过慢。过啦，什么叫做过慢？感觉说，哦，我是超过你啊。本来呢其实我们的能力都差不多，你在做的跟我在做的都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他要说，没有，是我比他较好，我比他较牛，我比他较灵感，所以呢，明明就是差不多，他呢，就是要超过人，这种呢，会慢，对自己的估计呢，
拢是要估计比别人较悬，这叫做过万哦。那上司法中积极维系，咱伫咧做诶代志都是安尼，差不多嘛。但是拢家己感觉我比伊较牛啦，这嘛足痛苦诶哦。那第三万呢，就是万过万。心内既然有一个万呢，都真痛苦啊呢。但是呢，伊搁在过万万中，搁在加万，这呢叫做万过万。啊、哦，别人哦，他本性己啊，强为性他呀。别人都真正都是啊，比咱较敖，唔是干那边边尔，人真正都比咱较敖啊。比咱较好啊，但是呢，伊要讲哦，无啦，伊甲我哦差无偌济啦。即种呢，家己会骄傲，人别人已经胜过咱啦，咱也阁感觉讲哦，安尼差无偌济，不只是差无偌济，我阁比伊较敖。明明比起来都比人差真多啊，他还阁要阁超过人。这呢，就是叫做万过万吼、哦，这实在是真苦不堪言啊。那第四呢，就是五万，拢敢那接着一个我，什么代志我都是对的，什么道理我讲就对啊啦。那我讲你去做就对啊。你做了就是做对，拢我啦；做唔对，唔是我啦。这种呢，真正的傲慢自大呀，这呢叫做傲慢。所以喜忌凌他吼，家己呢膨胀得真悬啦，啊，敢那会晓欺负别人，这种膨胀啊，是啊，损害家己真大，伊家己呢也真孤单。会真孤立，真诶，嘛是真痛苦。再来第五吼，那就是精上万万未得之法啦，自为已得。这伫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有多都是鞭策这种类诶人未得未得啊，真诶。是伫真侪梦中啊，会最歹的梦，所以呢，精上梦啊，就是未得未得。其实你敢若听到一知半解啊，你就讲你拢总知咯，你拢总知咯。不管是伫人类啊、社会啊，咱呢伫咧做代志，唔肯缩小家己啊。唔肯虚心求教啊，干那听到什么呢？伊什么都无明白，不过呢，伊一直呢要家己讲，我逐项拢知。这就是咱平常的人讲啊，足假教的吼、哦，对哇？教而不实啊，家己膨胀，壮大了家己，这种呢叫做精上万。那再来。就是下落慢，这种下落慢呢，嘛是真苦，家己知影啊，我对袂到啦，我无法度啊。不过呢，伊唔认输，伊唔肯讲哦，我无法度，伊唔肯讲哦，我能力无够，唔肯安尼讲，反倒转来呢，哎，熬是恁咧熬，跟我有啥关系？这种呢？下落啦，无迄个功能，无迄个能力啦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同款呢，有迄个慢吼、哦。所以呀，这种自轻化这种的心态啦，真正是嘛是真辛苦吼、哦。是我无要学，唔是我学不要；是我无要做，唔是我做不到吼。迄款的呢，无虾米的，我这个人才去做迄个代志哦。这呢，拢叫做下落慢，家己做袂到，以为讲吼，伊个人才比这个较好吼，所以啊，
不肯去学，不肯去虚心求教，学不会，伊就讲，伊无想要学，伊的人才唔是这种的才，伊家己安尼想吼。有的人讲吼，眼高手低，就是这类的人才啦。再来呢，就是下班，下班嘛真苦呢。这个接着下贱呐，另外他人，这种的下明明都唔对的道理，伊干那要讲是一对，这种一对呢，就是干那会晓要欺负别人，伊唔知影讲哦，伊的道理错啦，伊的方向错啦，这种诶人生啊真苦，因为呢。道理伊拢甲伊模糊掉去，家己呢，不管是做未出，或者是做未到，或者是唔肯做，他，甲这个代志伊甲伊反过来是别人的错误，这叫做邪，无正确啦，境界已经偏去啦，无正确，这叫做邪慢。好，所以呢。佛陀安尼讲，执着邪见，执着无正确的见解，干那呢？要凌慢他人，凌就是去侮辱人，干那要对别人的不利，讲别人的错误，嫌别人的短处，这种呢，要压制人，这呢，拢叫做凌慢他人，吼、哦，那凌敌人啦、啊。家己的见解真错，但是都是咧凌敌别人，这呢，也是足痛苦啊。干那这字万字啦，在咱人的这个心理毛病吼，有偌多啦。所以人生啊，这个结啦，安尼在咧高高结结啦，多苦啊！袂当拍开家己的心门啊，真正是吼，安尼闭着，实在是透袂开，佫袂当好接受别人家己透。安尼呢，是真痛苦。不管是下班，或者是比乱班吼，咱平常是讲比乱班，这个所在讲下乱班吼，那做未到，眼高手低这种的人啊，啊，佫是佫有慢的嘞。安尼呢，实在嘛真痛苦。学会上惊的就是正常慢，这是佛陀的《法华经》内底呢，已经是。安尼鞭策过吼，正常万，这个正常万未得未得啊，真诶要改伊足困难诶，所以啊，先立为主啦，以为咱家己呢，甲佛陀差不多诶透铁啦吼，真诶是唔对哦吼，那傲慢也错啦吼，唔通呢，家己呢安尼真正呢傲慢吼。干那要凌敌别人，这嘛唔通吼？那万过万呐，干那定来想讲吼，咱比别人较敖，啊，别人本来都比咱较敖啊，家己呢唔承认别人敖，这嘛是唔对。那过万嘛唔对啊吼，那啊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咱都承认伊甲咱的能力差不多，安尼都好啊。那何必呢？那非性不可呢？那万这同类啊，咱若常常唔肯插人吼，咱呐，我那永远人都唔插咱，
咱若唔察人啦，唔去关心人啦，人别人嘛未来甲咱关心吗？各位，师父定阿讲啦，合心协力，心爱合起来啦，咱的力才会大。咱来当合心来团成，自然啦，咱搁在甲大家人同作同修，安尼呢就是协力呢，会当动员力量都大啦。咱呢对人对人的中间彼此之间爱和和气气，和气呢，咱的心结才破会起来。咱的心入人的心，人的心入咱的心啊，咱甲人人的心啊交汇在一起。你看，安尼的人生啊，偌呢真可爱的人生。彼此的心会当交汇啊，你有错，我予你照镜，予你看较清楚你家己。我有错，你予我照镜，予我知影我倒有缺点。安尼呢，咱的人格才会当通好圆啦。所以吼，咱爱有这个交心、会心，这一定爱用和气的方法，把这个拱桥铺起来。然后呢，咱既然这么讲合心，这么讲和气，那当然啦，咱过桥嘛爱搁行路啊，路比桥搁较长啊。所以呢，咱都爱互爱。未来的道路真长啊，所以咱爱同路吼。所以第四十二章经啊，还是有这句话哦。四十二章经有一天啊，沙文啊，就是讲，甲佛陀同齐伫咧修行，有一天也比丘群啊。就大家人围坐伫佛陀的身边，啊，提出伊的心啊，要来求法，用虔诚的心来求法，来问佛陀讲：何者为善啊？何者为大？请教佛陀，什么是最善的呢？那是什么是最大、最重要？那佛陀呢，就回答啦：行道修真者善，自依道合者大。各位，这句话恁用心来听，甲我拄则伫咧讲啊，合心、和气、和爱、协力，是毋是有共啊？对啊，四法四门啊，是从这个所在衍生出来。那什么叫做善？一个人做袂到什么款的代志，咱必定爱。爱配合真多的人，要配合真多的人，就是爱铺一条路。那道路那长啊，人那多啊，队伍浩荡长。那定定知影讲，天下的苦难偏多，教父这边，这边教父，就是一条的道。所以啊，走路，咱要将咱初发心迄当阵迄念心，就是真诚的心。这真诚的心啊，来为善啊，这个善呢，唔是一个人做得到，要有协力、动员、群众，行伫共一条的道路。修得真诚的心，所以我定阿讲，人人啊，自家己的内心爱诚正信实，修真修诚修信修实，人人内心能诚正信实啦，
自然的，咱行在外面的慈悲喜舍，人人都是安逸的心，人人共同一个目标，慈悲喜舍。在这条的道路的面顶呢，这就是善呐。再来讲，志以道合者大。师父常常讲，有志一同，组织这个大团体啊，就是爱号召真多呢，共一个志，所以大家人共同来啊。安尼呢，同齐为天下苦难众生付出。平时大家人呢，互相回报，咱的心拢同款，咱的志拢同款，咱的方法呢，是毋是爱同款？所以呢，咱定下伫咧培训呐，活动的疫情呢，就先甲咱的观念境界啊。先做一个规划，真呢，就是一个团体啊。所以佛陀呢，安尼甲咱讲哦，行道修真者善，大家人会记哩。咱要行这条路啊，爱修真，修咱的初发心去当尊，去念的真心呐、啊，这叫做善呐、啊。咱呢，自依道行。咱的意志，咱的志愿啊，那甲咱要行的路呢是合的，这都是大啦。一条空中的大路就是菩萨道，咱若会当定定修持弘道，那就是基督心态。佛陀的教育，咱要好好用心记着，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。多用心啊！